银雪啊，就是绝色棉花榜的榜首，也是公认的天下第一美人。她对我而言，就像是曾经丢了的什么东西，经历了千千万万，终于找寻到了。用个骨肉结怎么样？三叔，喜欢这个？唯独这个，还勉强能用。是指尖点了眉头的霜花，戏还没做足呢。为报思念的马，写绵长情话，我自然应该留下来帮他。这些菜都是我烧的。嗯，是这个。写那句再见让你害怕，写下路。我见你迟迟不回，我就来寻你了。谢谢你来寻我。血月的缺乏，长宿在我榻，写风沙吹成棉花。若遗憾是遗憾，若故事没说完，回头看梨花已落千山。我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，像涓涓温柔途经过百川。没有请杨婷去说我都安排好了，以后你在里面做什么，我就在外面卖什么，保准生意好。从前不是有一个豆腐西施，你可以换我一句烧饼。每年秋风暖，笑看红叶转，深情只好浅谈。你不想娶青丘白浅，是不是有什么隐情？并无隐情。风沙吹成年华，若遗憾是遗憾，若故事没说，若是舍不得就别管任何事，跟我一起运走。所以我就在想办法，让我可以长长久久的待在一起。说不行，你要多留我几箱钱，就能多留我叔叔。
我等了你好久，好久。